幸运补习搞掂，开心人生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七场四班千二嘅短途赛，大热系四，准备。好，你一跳出嚟，前面快闸嘅马咧又埋变位置，如真如假扫出去，中间问鼎高峰灰马红黄出边砰砰声啊，红白横间衫外边威风骏马最出众咧就好利前啊，咁啊跟住啲群马后边咧，咁啊第七位灰马咧就香港稳胜啦，第八位咧黄衫千蓝帽幸运宝贼啊，内栏咧咁啊紫色衫咧就开心人生啊变得跟顺咗咯，尾三内栏旋风腿尾二成功升区暂时大堕后咧就玩到赢嚟噶，中尾段啊对面直路前面咧就砰砰声咧就带啊，咁啊如真如假贴栏第二位第三位红黄啊，内栏第四咧就问鼎高峰，中间仲有好利前啊，出边黄衫灰马咧，咁啊跟住个第六咧就香港稳胜啦，内栏第七位咧紫色衫咧嗰只就开心人生啦，外边位置就系呢只威风骏马，再后边嘅马尾四旋风腿尾三幸运宝贼尾二玩到赢包尾啊成功升区啊，好啦入直路啦，咁啊见到埋边啊如真如假，外边红黄就已经冚上去啦，再见到后边嘅第三位仲有问鼎高峰啦，原栏悭咗好多位啊，旋风腿啊，中间上紧嚟嘅马仲系开心人生啊，斗到嚟最后百零米如真如假咧就抛离咗个零身位，咁啊见到中间红黄啦，问鼎高峰啦，外边上紧嚟仲有只开心人生，接近终点如真如假赢跑第二名开心人生，第三名咧岌上岌落喎，红黄同埋一只旋风腿啊，咁啊结果呢只如真如假咁啊都系摆咗喺较前呢个位置啦，一路顶住内栏，咁啊都系抛离咗少少噶啦，开心人生咧挞着咗佢追得好劲嘅，第三名嘅马咧红黄旋风腿要影相。四号如真如假，临尾三点二倍，第二终于赢翻场啦。骑师薛恩啦，跑第二名咧就是、三号开心人生何泽尧，第三名哇莫雷拉，临尾都攞翻第三号十号旋风腿啊，咁上翻嚟第四名啊，七号嘅红旺啊巴道。如真如假，咁啊今次安上人系薛恩啊，今次真嘅赢啦，系咁啊，最后阶段啲飞都好犀利啊，三点二。预计派彩啦，跑第一名是四号的如真如假，独赢派32元，位置派13元。跑第二名是三号的开心人生，位置派15.5元。跑第三名是十号的旋风腿，位置派27.5元。跑第四名是七号的红黄，连赢三搭四派53元。三重彩四号、三号、十号顺序派582元，单 T 派122元。位置挑三搭四派27.5元，四搭十派52.5元，三搭十派57.5元。好，睇翻张相啊！第四名几多抽个红旺啊？第五啊，问鼎高峰。三拣一预计派彩，胜出组合系 A 一隔夜热门派16.5元。好啦，薛恩除咗帮沈泽成赢之外咧，方家柏都系话之前系范歌儿啊，今日赢只都难赢嘅如真如假。骑师王瑜嘅赛果胜出嘅骑师编号一号嘅莫雷拉，积分系52分。莫雷拉继续都上名啊，吕建威又系话。终于都赢啦呢只
如真如假受惠于呢个拆组啊，咁但系都系得32蚊啫。都好问啊，临尾嗰只开心人生好似啲挞着啊，系啊，好大只嗰只开心人生成座山，系啦，跳上嚟嗰只开心人生嗰啲跑姿动作好得意嘅，即系落马喺我哋前面，哇，成座山咁嘅啫嘛。哇，下次睇下会唔会阿莫雷拉又攞翻嚟跑咯啊！康家柏头先掌进都落飞啊，失手啊，争啲呢只又保中啦。四年环月计派彩，3号、4号、7号、10号派198蚊。四重彩，4号、3号、10号、7号顺序派3482蚊。三天尾關都是範圍啦，都係三重彩得500零蚊啊。嗯，今晚三天都比較奀啲啊，派彩。好彩有多寶啦，咁啊，希望派彩好啲啊。方家柏嚟到第14 win 啊，至於薛恩咧就第6 win 嘅。好啦，翻嚟福榜見到薛恩啦，同埋阿方嘅富連馬斯啊，鐘志強。好，第7場嘅巡逻影片睇翻啦噃。二档起步，就有只如真如假，相当之快闸啊！即刻贴到栏先，因为开心人生唔快啊嘛，出闸。咁啊，前面跟住佢跑咧就问鼎高峰啦，灰马有啲头侧侧就红旺啦。但系我当就砰砰声沿路走出边咧就好利前嘅。咁啊，中间位置咧就问佢哋开威风骏马转弯都唔系话好畅顺啦。咁啊，灰马仲惨啦，香港稳胜又唔够快，咁啊沿路俾人顶嘅。咁啊，後面就開心人生就尾5啦，尾4就幸運補拆，貼咗欄嘅尾3就旋風腿啊，包尾就玩到贏啦，同埋嗰隻遮住咗隻初出嘅成功升區啊。咁啊，頭兩段步出咧都偏快噶，咁啊快咗4.0接近半秒嘅，咁啊屬於偏快步速賽事。咁啊，依度馬群都扯得幾散，咁啊好利前其實都攝得幾好噶，依度而有遮擋嘅。咁啊，掌進。今日就都自己接力能力大啦，撞啱一早唔系咁强嘅对手，终于都把到机会赢翻场啊！红旺走起嚟啦，早段都冇咁痕嘅，咁翻到嚟就始终都系最后嗰50到有啲脚软啊，睇嚟状态都要再一步提升啦。相反偷偷麻麻初出嗰只啦，虽然跑第二啊，但系表现都算唔错嘅。赢嗰只如真如假，更正阿 Peter 成日挂住只掌进。系啦，咁啊，福榜完毕啦。为指标派彩，3搭4派27.5，4搭10派52.5，3搭10派57.5。3-1派彩胜出组合系 A 一隔夜热门派16.5。四连环派彩，3号、4号、7号、10号派198蚊。四重彩派彩，4号、3号、10号、7号顺序派3482蚊。马步派彩，头关6号，尾关4号派216蚊。头关6号，尾关3号派36.5。三 T 正奖派93500蚊。三天安慰奖牌575蚊，骑师王最后赛果胜出嘅骑师编号1号嘅莫雷拉，积分有52分。睇埋分段时间，头段23秒32，第二段22秒93，末段23秒68，赛事完成时间1分09秒93。